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主的话语是我的力量，夏娃的忧喜。罗马书第三章23-24节，因为世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恩典，如今却望上帝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有一对夫妇对亚当夏娃安尼经未起诱惑而失败，表示无真正同意，并讲若是换着因，绝对袂安尼。过了几落日，牧师邀请因来厝内食饭，桌顶菜色丰富。牧师指着其中一个盖着碗的吩咐讲：这道所有的菜，每一碗拢会通食，唯独中间这碗，请莫去动伊。要等到我出去以后，回来甲拍开。但牧师惊以后，好奇心和这对夫妇真正想要知影碗中是什么秘密。车主讲：看一个未晓紧吧。丈夫便轻轻地将碗掀起，敢会知影有一只鸟按那边飞出来？因真正后悔安尼做。牧师回来后，那个丈夫头刺刺地讲：牧师，请你不免再讲了，我承认伊是夏娃，我是亚当。弟兄姊妹，人罪性存在是十分普遍甲现实的，一罪拢毋敢否认人的罪性，一罪也无法只靠家己而无靠基督而得到拯救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慈悲仁爱的父上帝，阮实在是真软弱，阮的罪性也常常让阮徛袂住。感谢主丰盛的恩典，无按照阮的计划刑罚阮，反倒定拯救阮脱离灭亡，靠着基督得称为义。求主的灵甲阮同在，时时检查阮的心思意念，提醒阮，帮助阮，不受撒旦的诱惑，坚守阮的信念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